没有把你放在心里的女人，这四个表现会经常出现。男人和女人在一起，都希望对方能把自己放在心里，而不是对自己不闻不问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，尤其是男人。男人在爱情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，没有女人那么多愁善感，有时候不清楚女人对自己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。当你和女人在一起，她有没有把你放在心里，是不是真心爱你，通过她的一些表现可以感受到。那么没有把你放在心里的女人会经常有什么表现呢？一般来说，这四个表现会经常出现。一，经常对你破口大骂。你和女人在一起，女人经常对你破口大骂，因为一点点小事都会对你出言不逊地骂你，侮辱你的人格。女人的这种表现，她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里。女人不懂得尊重你，把你看得很卑微，觉得你和她现在关系只是逢场作戏，她不会真心对你，只是在她寂寞的时候她才会想起你，而不是把你放在心里爱着你。二，经常嫌弃你不够好。你和女人在一起，女人经常嫌弃你不够好，觉得你身材不够魁梧，觉得你的鼻子不够好看，觉得你对她爱没有做到她想象中那么好。女人的这种表现，她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里。女人总是嫌弃你，把你看作低人一等，这种女人在和你一起也不会对你表现真心实意，她不会把你放在心里，你该醒悟，别再傻傻地对她付出。三，经常拒接你的电话。女人和你在一起，经常拒绝你的电话，发信息也不回复你，她觉得你的信息电话全凭她的心情，她想回就回，不想回就不回，她不在意你的感受，就算你有急事联系她，她也是不在意不关心。女人这种表现，她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里，她不想和你频繁联系，她觉得没必要和你这么亲密，她的心里没有你。四，经常让你换新车。女人和你在一起，经常让你换新车，她觉得你现在车子她不喜欢，觉得开出去没有面子，她喜欢拿你和别人攀比，觉得你和她在一起虚荣心得不到满足。女人的这种表现，她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里，她和你在一起只是追求物质上的开心，只要她感到不开心，她经常要求你按照她说的来做，她心里根本没有你。所以没有把你放在心里的女人，这四个表现会经常出现。女人不把你放在心里，是不值得你爱的。你应该结束这段错误的感情，不要一错再错。